建宏死了啦，死了啦，建宏死一死了啦哈。回家再连摸十一，攻到偌高怕，都偌高怕。英雄无用之地。我们最爱的建宏哦，开始啊、哦，已经，这开始。Suzuki 啊 ，Suzuki 啊，你们知道吗 ？Suzuki 汽车啊，叔叔去了。没有通知啊，快哦。烂，差很多，很烂。旁边的都会通知。分享再分享，麻烦大家。你们的分享是我前进的动力。对啊，就点进去才有。分享再分享，分分啊分享。哦，欢迎各位哦，来到我们这场由金海岸撞球场所举办的金海杯第一届公开赛哈。那我们即将带来我们。Finals 冠军战，哈，由我们今天哈对这张主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黑暗骑士谢嘉真对上我们六局的好手杨振基，哈，那比赛哈即将开始，哈，那刚才他们好像是猜拳还是掷硬币啊，好像是猜拳的样子，猜拳结果由我们谢嘉真率先来开球，哈。我就怕都没人进来，感觉哈，感觉在脸书上这个人数稍稍多一点点哈，那也希望说脸书不要再失望了，不要再卡了。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谢嘉真在冠军战哈第一次的冲球哈，希望能够延续他今天整场哈。非常双开吗？非常好的高手感，冲球来第一时间有球，没球进，没有立即性的危险。哎呀，可感觉、这个球型二号球也不太好处理。有双开吗？双开啊，双开，双开。U two 也有双飞啊，双速双飞，你听得懂意思吗？讲话好像怪怪的。吉哥加油！这个青青代，加油！哦，这个吉哥，我因为以前有跟他对上过啊，也有，稳定，稳，建宏，我们这不要这样子，也打得不错啊。哎呀、没有啊，能够打到今天这个地步，对啊，球不可能，不可能再软的，而且这样，哦哟，我这。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他们这件制服是不是一个球队啊？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EP， 大雅 EP， 大雅 EP。这个是我们曾姐现在那边担任店长。哎、他们也是，哦，他们 EP 也是下个礼拜的比赛。他们今天哦 EP 是那个刚好强棒。但他们那就排不出时间了，没办法。这一批球队的今天也是，哦，高手云集啊。嗯，我们应该有五六个跑不掉哦。有哦。哦，五六个来，至少五六个哦。人海战术成功。进入一个。什么叫人海战术？全军出动，好吗？骑士加油哈！感谢这个 T 大。那威哥还没上线哦。嗯。威哥也是人，好吗？好像洗脸刷牙。威哥也是人。哇塞，这个球哈，非常可惜哦。他、你说我？对啊。
这个给你比较多钱就对了，几块的。周正辉辉哥哈，建宏大哥，好朋友，好大哥，辉哥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据我所知，今天好像我们这个世界女子是不是也有一场比赛？女子的，对啊，魏子倩对洪梦霞。如果大家这场看完，我不知道他好像一点还是三点打的样子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一场比赛哈。台湾选手魏子倩以及洪梦霞哈，双双都进入了。哦，这中带好功夫啊！对啊，我觉得杨振吉哦，关雅群卧虎藏龙，诸葛孔明。12月10号，冠军战来了。哦，12月10号，这样是11号、12号，凌晨三点啊，凌晨三点。凌晨三点档，对啊，那个，这场叫什么、啊？那个女子，那个好像叫世界女子。哇，这个七号打破那么多还在进。来看一次。你看一次。够流利。柯林武倒黑啥磁铁，输一局。这个力道没有问题哈，看起来是先来1-0哈，先下一层了哈。建宏刚刚被家珍连摸11，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我就不懂那个建宏哦，那打之前哦，球已经从这个是哪里彰化讲到已经基隆去了。打下去就知道了。只有我卡住吗？我看一下，我跟你一起看。我再多拿一只手机一起看。卡加一，卡加二。我们一起看。如果真的这里演出还是卡哈，我们就不用了。可是我目前看不会、欸。没有，我们让子弹飞一下，因为你看1、2、3、4、5、6。对啊，那么多人讲。我就很紧张了，因为其实今天如果有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今天都是在 YT 上直播了。我们有双开啊，如果真的这脸书太卡的话，就去 YT。连结有丢了吗？看。我还没丢。YT 也有，看大家习惯用什么看哦。对啊，我一直在给。把 YT 的连结再丢到在博客上面。哎呀，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还是希望它好起来。嗯。因为这。哎呦。边飞出一个八号。目前看起来，我目前手机开着看是还好，还好哈。嗯，对，如果真的你们观众朋友在看的脸书哦，会卡的，就去 YouTube 看。跟大家一起看哦，然后不会卡。这个问题也是蛮想解决掉的。对啊，这真的是脸书的问题啊！最近脸书这样，很烦。从上一次我们在顶山就这样了。现在跳球跳。
常的漂亮。这不是帅，这是好帅哦！有计时吗？哈，这场比赛没有，没计时，没有计时。球哦，冠中带没什么问题。这也是原来是决赛，脸书是挂了。哇，看起来像挑剔。可是我现在看是没有的。反正我们现在目前冠亚军战的话是双开啊。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水哥，水哥怎么说？体力这么好是吧？没有，应该是他是在加针啊。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这个好漂亮。这个杆法是我最不会的。打这种杆法很容易就去了，准了。不卡，感谢水哥赏心。进就可以了哈，对啊。你现在自己也应该。我这目前是都很顺畅的，对。反正如果真的觉得脸书不顺的话，可以去 YT， 我们 YT 也有开。伟叔叔加油！那、那个杨大哥应该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对啊，应该不年轻哦。你刚有你刚有借门柜的迄哥哥的挥挥手，绝对比我更加大。哦，这是一定的。等下行过来吧。我一定是尊称他一声大哥，杨大哥，区长。哦，对吧？他一定比我大吧？伟叔叔加油！伟叔叔应该已经不知道睡到哪里去了。今天看家珍的冲球哦，又很爽，有没有？冲到球要扁起来嘞！阿杰啊！冠军20,000元，20,000块哦。帮阿志加油！球王是加针吗？这个球王是谁？美洲豹的 P3， 是 P3 哦，新款的 P3。这个呢，四颗星，有，没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好，走个四颗星，漂亮。P3配上黑前姐，
不理他起来。你每次都让我有点那样子，疯狂的对。不用客气，还是我哦。素银大哥，你不是在吃饭喝酒吗？漂亮，好漂亮。大家有发现吗？还记得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来金海岸转播吗？上一次的冠亚军也是他，也是家珍，也是对上一个六局的弟弟，那个就年纪比我小了。我要叫家珍一声金海岸王。我们下班怎么去啊？等你来吧。你要来颁奖吗？在旁边附近喝酒，应该来颁发我们是什么奖？我不知道哎，有什么奖？我如果可以颁奖，我想颁给富盈哥哥一个奖，啊，最佳损友奖。刚才朋友在要劲的时候，在旁边一直喷垃圾话。我刚才就是正这么想。没有，但是我怕现在出歹子，应该不会啊。刚回牙嘛，有点血在。打人你没接的时候，我真的是差点把你油门踩爆。真是你喜欢接人。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走进后面要停车的时候，我看那。很难出来，因为我知道，心里就想，三号球还在周四号，冠军20000哦。建宏有什么战术？建宏就只会，哎，富盈哥，你不要再多想了，酒喝多一点就对了。没有，旁边没有追了，对。剩下可乐跟老板在单打而已，旁边没有追了。家珍怎么处理这一颗三座四？好，先把三号球搞进。这四号是做中带吗？四号球是。选择来打一个中带，你哪一个朋友稳定？家珍吗？啊！表哥，你在哪里？什么七公主？这次从我们气场都变强大了，对齁，经过美国的洗礼，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一定有所蜕变。哇，这个手气也太好了吧！
不能看。请问哪里不能看？我这颗心中我不会弹，恐怖。暗黑战术怎么突然变冠军战了？对啊，我刚刚被一阵秋风扫落叶，连摸十一就输了，所以现在是由黑暗骑士谢家珍出战杨振吉的冠亚军决赛。力量有点小，问题不大，比数来到2-2。家珍明天没有飞，明天是昆凌单飞而已。水哥，七局强的其实有很多。苹果 FB 好像卡住本，可是我的苹果 FB 可以看欸，还是你要重新拉掉然后再进来？柯氏兄弟，哦，菲律宾公开赛啊，是是是，哎呦，差一点。刚九号球差一点，有机会进中袋。好，菲律宾拳王办的撞球赛，对啊，菲律宾公开赛哦。这边也要秋风扫落叶了吗？对，秋风扫落叶。嗯，有机会。现在的天气是冷风刺骨。还可以，这颗好应该解一个长颗星，一颗星至两颗星，解中一号，一颗星，哇，精准的一颗星，哇，放枪了。
这个球打得很漂亮哎，我觉得加针的出杆真的越来越扎实，下的杆法越来越漂亮。嗨，感谢小林哥。小林哥，你怎么没有来比赛？准备下个礼拜那个甄姐那边的比赛吗？15号，1月15吗？其实都有啦，都有人可以延战啦，只是他们不要太挑。对啊，都有啦。24-41。哇，因为其实伟叔有跟我，伟叔有讲哦，他们菲律宾人有时候讲话哦，就是还没有发生都会把事情讲得很满，对，因为1月15也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对啊，所以等到时候他们来了，要约应该随时都可以。好球，好球，输来到3-2。哎、欸，另一边那个苏奎跟比亚豆打比分24-41啊。是抢63，抢63，他应该是42啊，哦42了，没有打完的吗？还没吧？报名没有一天就满64，2541，哦对啊，第一天我记得是214，他这个名额就只有限64个，你看限64个，我们现在打到一点，今天42，比亚豆已经。他已经在要等着下班了。对啊，冰冰每一个都很硬，而且他们都没有在比赛哦。那一些就是地下专门打网子的。第一天就差7分了。第一天哦。嗯，我有看到。比亚豆领先哦。对嘛？不用怀疑，没有看我就知道。对啊，没有，现在已经冠亚军了。对，今天转播的最后一场比赛，今天已经打3.5个小时，不止三个啊。好、哦，他说那个。菲律宾的，不敢。冰冰那个邪神是没有的。Fire Dragon， 这场冠亚军奖金就是20000跟8000。虽然你没有分享，但是我还是回答你的问题。没有，我觉得苏奎那个。他是邀请赛啦，应该他应该也不是只打这一场的。哦，还有啊，哦、对啊，都飞大老远飞一趟。你像邪神1月份去就要打3场。嗯因为他们那个邀请赛，我不清楚赛制，但是我猜测，基本上苏奎去的话，哦，主办方应该就有钱了，没有就有钱给他。哦，这一盘那个7号球很关键哦。那个7号球如果是贴在那个中袋颗星边哦，这6座7就很难。没错，嘉贞已经在看7号了，只剩下现在荧幕啦，荧幕的左下方可以打。
左下方底带可以进攻了。他想看冠带。哇，他在看什么？你都看得懂？嗯。看那组还会输他，太扯了。嗨，晚上好。力道，哇，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高低杆的展现，没错哦。这个七号真的很关键。回到，其实我回一个哈，哦，应该很漂亮。这一颗就是需要很准的准度，然后要有一点速度。这速度太慢哈，出去就会撞中带的脚，所以纸球的速度要打出来。好球，没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变成黑球，哎，加针打给大家看。对，这个球真的不好打，大家有机会哦，可以自己排看看，这个球真的不好打。球，比数4-2。哦，那个七号打得超漂亮。对啊，希望加针的状况哦可以调整得很好，因为随时都有。都要备战，对，随时等候彬彬的挑战。像张张的挑战就没有了，张张。没有，我在那了。去那个，小欧总。对，骑士加油。人家讲两次，加油加油！哇，相当有爆发力的开球，只是母球沉了下去。如果母球在中间位置吼，多好！一号不知道可以打得到吗？应该是看不知道有没有被三号挡到，因为我这个角度看不太到。嗯，管杆之后了，没办法，挡到一点点，所以直接来跳了。可惜哦，没有拼进。给杨大哥一个机会。回到了八号球。这颗看是要选择，想要打一个防守哈，没有，
应该也有挡，又沉进去了。对，应该有被挡到了。嗯，这六号球，因为他这个是要打底带啦，他是要想要进攻底带。这颗是想进攻底带，没有进。看加深，哎，好像可以直接打得到吗？打不到就是打一个防守，薄薄的把二号打到九号后面。你还有办法蓄电吗？这颗球应该是没有叼到，但是也没有办法直接进攻。美洲豹的跳杆好跳吗？哦，我告诉你，这是我跳到目前啊，目前这也不是工商服务啦，只是实话实说，目前我跳到最好跳的跳杆，但是真的很贵，真的、啊。小英哥，我跟你讲，跟一只冲杆，跟他们的冲杆差不多一样贵。哎呀，真的很好跳啦，凭良心讲。真的很好跳，跳近跳远都可以。我一直跳杆吼，从大学我那时候在桃园一间球场上班，那老板送我的，用到现在。已经足欠的呢。没有，其实这其中吼，我什么妹子大厂的跳杆我都买过了，我都用过了，都还没有让我想要把手上这支跳杆换掉。但这一支美洲豹的黑跳杆哦，真的不错。你差点动心了。嗯，很动心。你动了凡心，很心动。绝对值得买啦，讲真的。但是不好买。因为你这句话又卖了十支了。很贵哦。真的很贵。这颗哦，应该可以进攻左下方底带。哦，没办法进攻了，再来一个防守。好，哟，漂亮。开下去，对啊，应该缺货中了。确定缺货了？我觉得真的要买吼，还是买得到，只是要钱的问题，就是你的票要再多一点，新台币去感动它。有些人是需要一点诚意，对啊，应该都应该订得到啦，应该订得到。不总只会赞助职业选手，我们这业余的，对不对？唉，不要想太多。真的想要就钱赚多一点，给他开下去，对不对？比赛会领一点，领奖金来买跳杆。好有那么刁钻哎、欸，非常刁钻，真的。哦，开价到三万，我是觉得三万是真的有点扯哦。欸，三万如果还有人要买的话，对啊，跟我讲，我去升一只给他，哦、马上。三万如果有人要买哦，跟我讲，
我马上用抢的抢，先抢一只来。KO 好跳吗？也不错跳啊，对啊，就是看大家喜欢。一手啤酒不够他喝，布总的酒量绝对不止一手啤酒。他哪跟你说喝气泡水哦？绝对不止一手啤酒。他的酒量你可能倒了，他还没倒。对啊，这个二号球打得很漂亮哎，也顺利做到三号了。对啊，水哥在国外也有。没有跳杆这个东西。这四号有点软杆，对。对，可是也是没有放一个很好的机会给加珍啊。其实他这个就是要量烂，你知道吗？因为你太大力就会躲到八号后面，啊，太小力角度就变很大。对，卡住了。恐怖。对啊。主要还是要练啊，对啊。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实在啊，真的很实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能不输在起跑点，就不要输在起跑点。开始卡了，对啊。那如果这个脸书还是卡哈，就大家就请大家到 YT。我们 YT 也有转播，对，水哥你可以到 YT 啊，我们可以在 YT 聊天。哦，这个都要重开啊，他只要一卡你就要一直，他一卡你就要重开，可是不知道多久又卡，对啊，如果这么不稳的话，就是请大家到 YT 哈。我们刚上面有连结，大家可以往上滑，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连结。还是我们把脸书关掉了？没关系啊，溪流，这个还是可以。这个溪流。对啊。感觉这个轻了。那如果脸书真的很卡哈，就不要在脸书看了，就到 YT 吧。对 ，YT 一样，我们可以在 YT 跟大家一起聊天。利用九号来做一个防守吗？没错，你到好球啊，一百分，漂亮。对哦 ，YT 很顺哦，对啊，来吧。水哥 ，water， 这样你就知道了。对，水哥来了，水哥来陪我聊天，我才不会那么无聊。欸，上次我们去那个拉斯维加斯，水哥在那边比赛拿一个冠军呢，比那个七尺台，厉害。
Air Rush 美洲豹的跳杆 Air Rush 好像，Air Rush 是这只黑的吗？就这个。哦，它另外它有那个木头的，也是 Air Rush。那个叫 BK 的前姐、啊。哦 ，Air Rush 正常大概20000多块啊，但是多到哪里我就不是很清楚。对，等我真的要买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讲，看我买了多少钱，我再告诉你们。你是想要买来卖人的？没有，我买来用的。等我比赛奖金领够了，我再去买一只。我很想拿那个，嗯，应该没有人要赞助我，只能自己靠存下来微薄的奖金去买。哎呀，没打准！哇，这个没有打准，可惜了。光靶现在21500。但缺货，对啊，都缺货。嗯，啊，这个八号球哦，不难打，应该没什么问题。哎，后了，打后了。哦，你一讲就有问题了。可是感觉是不是没有立即性的危险？哦，有哦，有危险。我看家珍的动作我就知道了。球，水哥应该是使用那个 KO 跳杆，对，所以如果 KO 跳杆好不好用哦，可以问他。OK 跳杆，嗯，买了就 OK 了。对，真的累了，你看打到现在哦1点多了，对啊，真的累了。可是我觉得家珍更累，他要打11局。他今天打了几场？16、48、32、16、8、4、2、7场。7场。他今天77局，就是77局。美洲豹冲杆跟跳杆现在价钱差不多，对啊。KO 就 OK 啦，对。我记得水哥在国外也卖很多 KO 跳杆 ，OK， 买了就 OK 啦。其实家珍这场冠亚军战目前的冲球其实都冲得不错，可是连接球没有很配合。怎么样决定浪局制哦？其实浪局制就是。从一开始，我们那时候是说参考台硕杯嘛，对啊，就是你最基本就是6局嘛，然后你有领了一些比赛，然后积分到了就是慢慢往上加，对啊。其实现在如果玩采用以前那个台硕杯，他们要打到14局，哎，现在有的又有新制，对啊。所以其实局数也还蛮乱的，但是都查得到局数了。其实，然后你像那个台中地方哈，台中地方又有台中地方的局数，台中区域性的局数啦。那时候一开始我记得没错啦齁，一开始就是我们之前那个职业会的主委李亚仁主任，他会定义啊，对，好球，哇，这个解得漂亮，
厉害。终于又倒掉了。球，哇，母球绕了一圈球台，哦，最后碰到了五号球。有可能来直接来一个三九碰，嗯，先看看对不对，看看三九碰好不好打，不好打的话先看看四座五，如果四座五不好做的话可以选择直接来一个三九碰，因为很近，距离很近，而且又是自由球。来看看加真的 kiss 怎么样。好球，没有问题。输来到6-2。买完就可以换跳杆了，我没有在打235，对，那有时候就是跟那个跟我老板，还有我们几个好朋友偶尔玩一下而已，对，四颗真的很烂。四足还有市场可以买。人家买了会不会我的不够赔，买不到跳杆就算了，还不够赔。哇，这个克拉口好准啊。我真的没有在打235耶，我都练落袋而已。这个送杆也送得很漂亮，母球比较靠颗心吼，然后如果要想要处理这个四号就没有打准。
很想抽烟吗？他如果很想抽烟，他等一下应该就会喊暂停去抽烟了。这颗球应该是打一个低杆右塞，两颗星，看能不能从六号旁边穿过。低杆右塞两颗星，还可以进攻，因为角度比较大哦，想要放轻功也危险，就先以固进为主，然后出他觉得最舒服的力道，先把四号打进再说。好球。胡椒，胡椒是谁？好球，拉杆右塞，拉杆左塞。干一颗星，好，好，比数7-2，好 ，YT 团拍影片的，这个带我去，对呀、啊，哈哈哈。我知道了，我知道那个蛇丸了，我知道很胖，有一个很胖，我知道你说谁了，那个我有看过。对，哇，这个是没有球进，这母球被包围住了。你为什么睡觉会翻白眼？会不会起鸡？对啊，为什么会这样？跟人家会起鸡耶，很恐怖，很灵敏啊。我们要睡觉，不要吵人家的。我没有吵你啊，我刚不小心踢到你啊。拉那样意思是什么？911的春风，哇，躲到了八号球后面。不过这颗球哈，其实不难解，还可以来两颗星解一号。小角右下角这边哦，
右下角两颗星解得到一号。解比较短就直接一颗星。有杀伤力的解球。哎、欸，不知道九号有没有阻挡啊？好像可以直接来进攻。看这一盘关比较关键，应该是二座山呐、啊。哥，你换一个盔好不好？哦。那你的，是我的，是吧？对，是蛮好用的。名次不是这在第四次忍界大战战死了。你讲的这个我怎么都听不懂？你听得懂吗？睡梦罗汉拳，你听得懂？我刚刚给中毅吓到呢，他累到在旁边睡觉，还翻白眼。我以为他起机耶，我以为他 key 档。哦，这个干法太厉害了吧！力道几把、哦？这个是不是应该来点掌声？啪啪啪啪啪！这个二座山的功力还有水准。大家想学球哦，就是要看这种干法。这谁的？夸张！真的好、哦，水哥那个二座山的水准真的很高吧？哎，没有。跟各位报告，魔兽哈在刚刚加真赢得那一场比赛的时候哈，他已经先开车回高雄了。对，他没办法再等了，因为他早上八点的飞机，然后他行李都还没准备，然后还要先开回高雄。对，所以他一定要先回去。力道很重要，没贴就还好。要准要轮，力道又要掐，对啊，那个旋转值又要抓得好。应该推杆，两颗星。魔兽要去日本，对，去日本打邀请赛。没错哈，等一下就是打完的时候哈。比完，我会再加针去台中转运站搭客运。妹子 Pro 的冲杆跟美洲 BKC 的冲起来差异多吗？其实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因为这两个品牌都是蛮大的品牌，这见仁见智。建议哈，如果你想要买这两个品牌的冲杆哈。如果身边朋友有的话，你可以先冲看看，对，然后看自己喜欢哪一支，喜欢哪一个感觉，再去买，对，这样比较安全。因为既然要花了，一定是买自己喜欢的、啊。没车有一直睡，对，没有，刚刚好像有帮他查过，对，就是都有车，冠军还睡一次也太痛苦了。五号不要再去了，在洞口应该也还 OK。喜欢尾叔的感觉啊，怕气，对啊，都可以哈。中港好。等一下就是要载他去台中转运站，那是先来个25碰，
好球。再看这个二号，低杆。对吼，好球。科技杆、木头杆、打算木球，哪个比较会跑？我跟你讲，这个要看你的手。你的手如果好吼，拿公杆都很会跑。主播求回答上面问题，请问主播新手问：下赛是要平移出杆还是？哦，下赛这个吼，真的就是没有一定，每一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我个人的习惯是，因为我打的前节是神秘啦，神秘的前节其实基本上不太需要修正，所以我就是瞄哪里我就是打哪里，对啊，所以我不太会去那种什么平移啊那种我不太会，对啊，我就是习惯瞄哪里打哪里。然后科技杆跟木头杆打起来，其实有可能就是科技的可能会比较犀利一点啊，但是手感上就是会比较空嘛，啊木杆就是会比较扎实嘛，对啊，那就看每一个人喜欢的手感，这个都没有绝对，对。不用客气。哦，好球！刚刚那颗是几号？七号。不是啊，我说四号是吗？嗯。没打进那颗是五四号。八三的哦，抢三的局面来了。抢三的局面，这颗比较可惜，这一盘其实比较可惜耶。难得连接球可以进攻，没有拿下。这盘球我觉得对家政来说比较可惜一点。哦，3-8哈，挂节暂停啊，出一个暂停，休息一下。双方都剩三局哈。各位是不是那个杨大哥的粉丝打电话给他，告诉你他去厕所了，对，他手机在位置上，所以他现在没办法接你的电话。我有录影的，你自己看，很恐怖哎！我用你的手机录，很无聊，恐怖。杨大哥，你的手机刚刚有响，你的粉丝打电话给你。没有了，对，
啊，你可能要调震动哦，对，不然等下比赛如果响的话，会怎样？神秘加一哦，真的吗？前天去金博士那边刚入手，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啊。它打起来修正值真的很小，基本上不太需要修，就是你只要知道原点在哪里就好了。前天去博士那边，好，暂停回来哈，看杨大哥的冲球。爸爸的成功，好。哇球都进光了，一号球可以保，这个一做二，这个时间点不知道打得出来吗？对啊，这个就是这个要进攻就是一颗星啊，直接一颗星，他的左赛一颗星。看他打右赛，看他走哪一边呢、啊？母球，哦，这个很细耶，这一条，因为是从四期这边的力道，这个更细，这一条很可怕。嗯，女子打完第一场，等一下没球看，干等到三点。三点、哦，我们这打完也两点多，很快就三点了呢。可能大家体力比较好，欢迎去看。很快就三点了，这个我无法参与了。解答还是听不懂，我只想知道下赛正确是要平移出杆吗？就这样，就没有人是四十场都差不多了。哦，就是没有。你在里面了、喔？你是幸福的。这个换位置，换那个位置吧。好，告诉你，你刚刚问我的问题就是正确的下赛方式平移出杆吗？你的平移出杆是瞄好近带点，然后往旁边左塞右塞这样吗？其实我觉得不用那么复杂、欸。我是没有把下塞想的那么复杂啦。突然定住，那个就是练就可以了，真的就是要练。那我下赛的方式就是，我要下多少的轮，我就是瞄好，然后我就出杆。对，我就是瞄好近带的点，我就打了。哇，这个厚了！哇塞，这个累了哈，厚了一点点。母球有做到，可是三号没有准进。因为下赛这个东西真的是。每一个人好，有十个人有十种方式啊，对啊，你就看你最适合自己的是哪一种方式，对啊。我说真的，我是选择比较简单的方式啊，对，我都是秒，就是不下赛的近带点，因为主要是球杆。有很大的关系，我不知道你的球杆需要修正多少，还是你的球杆也不用修正。如果不用修正的球杆，就是瞄远点啊。
下塞就比较深了。对啊，然后其实跟你讲深一点，这个下塞哈，如果你是滑球，你的球都上面都是蜡的时候，你在下塞的话也是要又不一样啦，对啊，哇，帅哥，哇，帅完之后。没有，你其实不是新手不新手的问题，你有问题都可以问，没有关系。只是下赛这种方法用这样子讲哈，很难讲啊，真的。对啊，不用，都不用。然后还有像，因为有的球场哈，它的球是属于比较小颗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营业用球嘛，大家都会一直洗嘛，洗久了球就会变小，变小颗以后再打下赛，有时候那轮出去就飘走了，对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下赛我没办法很明确的跟你讲要怎么做啦。对啊，你像顺董说的啊，我也问过他，我真的也问过顺董下赛，他说你们在讲什么修正，他都听不懂，他讲的更复杂，他讲的那个很深，他讲的，我跟你讲，他怎么跟我讲，我讲给你们听，看你们听得懂吗？你们去体会。嗯，你说，他讲的是他出杆的速度哦，他出杆的速度，母球到达子球那里的旋转值。他出的速度够快的时候，那个他下什么赛，子球就是母球就是粘到那个母球就是粘到那個子球那里啦，他都是打圆点就对了啦，他的球不会偏掉，你听得懂吗？哦，大概懂意思，就是这样出去，他就是他那个，对啊，他那个路线就是这样去了啦，对他就是让那个。因为其实下赛是不是就是会有修正量？修正量就是因为母球会偏嘛，会变薄变厚嘛，对不对？但是它出到让那个母球的速度哦，就是来不及转走的时候就碰到子球了，所以它没有修正的问题。它不知道什么叫做修正，这很深啊，这讲这样很深，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一定听不懂。我觉得多数的人是听不懂的，这个要自己去试啊。真的啊，但是习惯了，用习惯的。对啊，哦，辉哥也是这样下赛。对啊，母球就还没转走就碰到子球了，哪有修正的问题？对不对？大小力有差，啊，厚薄度也有差，哎呀，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新手的话，哈，应该先把中杆、推杆、拉杆基本功练好。啊，先会没闪过，先会那个。基本功练好齁，基本的会了再进阶到下赛。距离够远一定还是会偏吧，不一定。我就跟你说出杆的速度。你距离远一样还没有，你 出的速度够快的时候，他母球还没转走就碰到子球了。就碰到你要进的近代点，他怎么会偏。顺董是这样下赛的啦，但是他的方式很深。
写个一颗星。有解到，但是三个，写到洞口了。对啊，其实，哇，亲友团来了，家真稳住。其实说真的啦，吼，打落袋啊，要用到那种棘轮啊，什么轮的吼，几率很小啊，真的很小。高低杆就很够用了，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要比赛的选手哈，其实就是尽量不下赛，就是不要下赛，因为下赛就是。除非你对你的杆子就是要很熟悉，那个颗星的声音会咚一声，有没有？好像颗星坏掉了一样。没错哦，因为尾数被尾数打坏掉了，就他没，赔人家颗星的钱。推杆一颗星反赛，对，像他这种距离，你们觉得需要修正吗？这我不敢讲啊，因为每一只球杆不一样。没有，你这样讲，有些人他不修不会打。对啊，对，有的人是不修，有的人是不修正不会打球，他都是靠轮子在打球，用轮子在修正 的、很多啊。对，尾数又出来背锅了。对啊，龟哥也是说高低杆就好了。哎、欸，偷了一点点角度。哇，这个像这颗球哦，这颗球八号球哦，要进攻也可以。如果不进攻哦，就是八号球打走母球一颗星躲九号后面。这其实就是。没有对或错，就是看场上的临场的状况。有推荐 CP 值的杆子吗？有啊，就是旧爱的副科少奇，已经有人掉，有两个人打都是打正确答案。对啊，旧爱副科，然后搭配神秘，这个 Fury 也可以的。我觉得这 CP 值超高。现在哦，现在是冠亚军了。哥，你肯定刚进来，不过没关系。冠亚军了，然后就他把一分为二，一边一颗。无情工伤。哎、欸，先说那个韩先生哦。英雄惜英雄，他推荐的不错，但是那不是我们自己的。One call。对，没错，已经冠亚军了。看，还是达到了两点哦。一颗星接哦，进了哦，但是是母球接进了。好。感觉比分哦，直接来个4-3，夏真直接。你是我的粉丝，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可以跟我讲你是谁吗？凉凉去了，凉凉去了。好，夏真来到听牌局哦。前天新入手，然后旧爱的。副科加神秘前也对啊，其实可以自己去体验啦、啊。你是我粉丝吧？我也是张选手的粉丝。对，你看我大哥刘建宏，现在才出生，都不陪我聊天，害我。大家在问下赛啦，你解说一下啦。你可以帮忙解说一下下赛吗？对，其实像刘建宏，我看他在打球也都是在打高低杆啊。说真的，厉害的吼，厉害的选手吼，就是高低杆比较好，高低杆明确。抽象输一半。
我昨天跟小巴打。嗯，对，是昨天啊。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我朋友啊？哪一个、啊？松环，是吧？吴松环，而不是。没有，你朋友你不认识，你问我。没有，你在 YT 上面名字怎么知道？对不对？如果说是。没有，我的名字就直接本名啊，我啊。他大家都不是本名啊，对不对？你看我大哥 Kobe， 刘 Kobe 是他的儿子哎，对不对？你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啊。啊对嘛？刚好你认识啊。对啊。我也是新宇的粉丝，哎呀，我们都是英雄惜英雄啊。像又姓肖啊。伟叔说是姓肖的，哦，对，这个是姓肖的，大家都是肖先生。想要找新宇哈，告诉你就是就爱撞球，就爱撞球逢甲店就可以看得到他了。他会跟你说我在这就爱撞球等你哦。请你不要讲这种话。现在应该下班了，请明天请早。我现在上中班，进贴壁下载三颗星的路线，我都打得很不准。我告诉你，我说这个，我知道你讲那个推杆三颗星，推杆三颗星，那个我拿哨子前截的时候也是要瞄得很厚。对，你这也不是真的不是工伤啊，你有机会试一下神秘推杆三颗星。如果你有朋友他们有买的，你试试看。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今天出来转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休息。大道韩先生真的是，你很厉害的，说出来很不舒服。伟叔说的啦，伟叔躺着也中枪。对啊，想要看他哦，就去就爱撞球，就看得到他在就爱撞球上中班。我说真的啦，有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有的球杆吼，它的修正就是很大，怎么打都没办法。其实你自己习惯，知道你那支杆子怎么打最重要。这个私讯吧，一支卖多少吗？没有，我们其实这个就公定价，我们神秘的前节一支就是7500。那水哥若有回来台湾后，对啊，就来走走，走走跳跳，对啊。但是现在如果你是11亚的，要等，嗯，因为缺货。想要的欢迎私讯建好。我老板昨天跟我说，你那两只神秘拿出来卖一卖，客人都没有神秘好打了。你的还不拿出来卖一卖？你藏那么多只哦？我想说我卖了我要打什么？我不是还要再弄一只吗？你就留一只就好了。对，我现在打的习惯的，因为我换了神秘，打了三次比赛。都没领，真的是都有领红包。一次，第一次是打那个冠军杯，有啊，有领啊，有领红包。第二次是顶三杯，八强，是吧？是八强，八强嘛，对。然后今天被秋，今天是四强，你看，下一次慢慢进步了。All in 我们来了，慢慢进步了。我听得懂你的意思。下一场 all in， 礼拜三先去打决赛。哎呦，三号会进吗？还在玩。玫瑰很辛苦，连一整天，比我们还早。我们来你就在那等，在追了。我们10点多一点。Thank you.
你去旧爱加会员了。哦。兴奋到我。威哥。这样改天可以找他拍照。建宏，如果你要找菲菲的话，这次我一定挺你。没有那个菲菲哈，菲菲还是交给伟叔啊、家珍啊哈，他们去处理就好了。你有，我不用挺你。我们负责转播就好了，跟大家聊天就很开心了。哇，轻了一点。哦，这是直接28了。28也可以啊，2号也可以单独进中带，也可以单，但是其实问题是在5号了，5号6号这里。对啊，其实比赛就是这样啊，通常冠亚军差不多啦，都是差不多12点一两点左右。对啊，你一定没有看过更硬的，天亮的都有。哦，对，我们那次在高雄回来，天亮了。我们那天转播完，我们还先去台南吃那个肉燥饭。哇 哇, 哇！到台南，我们转播完到台南哦，刚好5点半他开门，肉燥饭5点半开，对不对？高雄那一天啊，我们转播完回到高雄就5点半啊。彰化有什么好吃的？我们没有在彰化吃啊。我们说今天哦、喔，可以想一下。今晚没有啊，今晚没有打中杯网子赛，对。哎呀、啊，来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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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是敲到了，不过没用。敲这样，就这个力道，就算敲到也没有用啊！真的，这个没有五号没有靠颗星哦。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轻轻解啦，然后在那边继续嘟。有点嗯，有碰颗星。有碰颗星哦，没问题。等一下，3点还有。大家体力还可以的话，可以帮去那边支持一下台湾女子好手魏子倩，德比单飞到德比去比赛。你已经打到冠亚军了嘛？对啊，哎呀，我记得魏子倩是胜部的，不会啦，伟叔哈。面恶心善，请他吃冰糖比较爽点。我的，伟叔面恶心善，没事，他人很好，真的。有没有直播？这个哈，我告诉你，可以 follow 那个我们谷歌。有啦，谷歌张宗正大哥有分享。我记得是有直播的。哦，提早到2点半打哦，那刚好可以接着去哦，接着去看哦。2点半开始，对，水哥解答了，应该有直播啦，对，但要不要付费我不知道，应该有直播。我记得德比撞球有，但是哪边看我不确定。建宏赢了吗？我已经赢了，晋级这里啊。我晋级那个礼拜三的 All In 预赛，欢迎大家礼拜三去等他，让他打不进了。我刚刚4进2的时候，被加珍连摸11就结束了。本来是我要连摸7他的。早期剃胡造型，免费的。他前一阵子有那个了。他前一阵子前一阵子剃掉，突然问我说：“你夸我有啥物无讲无？”我一直看，还蛮明显。他居然骂我说：“你靠腰啊，你夸无？”他说他把胡子剃掉了，然后后来又长出来了。
手机袂歹，袂歹。哎，这个哦，直接可以进攻哦。哇，有可能结束了，回家睡觉了哦。感谢我的粉丝帮我加油。这样哦，你有球要想清楚哦。你有很多粉丝在看你打球，不要再打这样。没有，我觉得我今天状况很好啊。对不对？可是我的对手不让我出杆啊。在攻杀哎。好，加增前节速度，我回答你。他的黑前节速度是12.4，哦，12.4的，他是打12.4的。在附带再跟你讲，邪神张龙林也是打12.4的。麦帕修超。然后我们恭喜哈，我们黑暗骑士谢家珍夺下金海岸撞球馆金海杯第一届公开赛冠军，恭喜家珍。欸，你也没情绪哎，我们恭喜黑暗骑士哈。干得漂亮，耶！我们打台中见。我看你打球长大的吧，乱讲。礼拜三见。我已经在收了，没看到。那拜拜喽，谢谢大家陪我们那么晚，拜拜。不睡觉，赶快去看那个2:30的台湾内战哈！不睡觉，赶快去。对，两点半帮可以帮台湾选手加油，两个都是。大家拜拜，晚安。